随记忆尘封的嚎啕声沉淀许是浮分沉沦变幻的爱的浮生看淡了绝望才不懂无奈才不同感情了下一阵风起和云涌能幸福一分钟钢人，我在一把青饰演的是飞行官，叫郭哲。大家好，我是连玉涵，我在一把青里面饰演经理大哥的人生。朱青。啊、原来叫朱青啊。那介绍一下，就是你们两个的那个对手戏，对，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场次？对手戏。酝酿是什么？酝酿。就开玩笑。然后他就会打我，这可以播吗？你看，他要打我了，录已经录下来，跳到黄色线。对，他要打我又捏我，然后我们的情感就会比较真实。他就是一个，然后就是一个热血的空军，然后他就是会一直追着我跑，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这不是心里话，我认识他。近半年，这不是心里话。那心里话到底是什么？什么？原来是什么？对，自己配 OS。你 OS 是什么？你 OS 是什么？其实我看人有点烦。没有。动不动就骚扰我之类的。没有，是戏里面的剧情。但是你知道，就是到最后烦到最后，你就突然会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哦。对，戏里面朱青对郭哲。可是我觉得玉涵在《一把青》里面演得非常的好。那先不论他以前有拍过什么样的作品。可是在这一次，我们可以很期待他的